今天来捡桃子，正方形纸张对折，再对折一次，将这个位置再对折一次，然后打开折出的这个折痕，我们是来做辅助线用的。那么画图的时候，咱们先把桃子的这个外轮廓画出来。注意，这两侧是要保留连接点的。圆纹、月牙纹，这里简单的做锯齿纹。这个位置，叶片吧。这里是它的叶脉。那么需要剪掉的位置，是我现在标画阴影的位置，以及外面的位置。还有这个圆和月牙也是需要剪掉的。